大家好，今天我是要用步行的方式，也就是用走路的方式，手持的稳定器，带你们来看一下温哥华的樱花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，是温哥华西区，大约是在59街的路上。我发现这边的樱花虽然只是初绽放了，但是算已经也有一些看头了，所以我怕有一些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温哥华的樱花，所以就带你们来一起看看吧。我们温哥华的樱花季呢，其实是三月底到四月底的时候，我们的樱花呢就跟我们的枫叶枫树一样，是随处可见的，大街小巷呢都看得到樱花的踪迹。温哥华的樱花总共有54种品种，而且我们的樱花季其实是三月底到四月底哦，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之内，我们都有机会随处看得到樱花盛开的哟。希望只要不是下大雨的话，如果经历了大雨，樱花就会谢得非常的快。其实温哥华的樱花，我们的樱花树是超过日本京都的哟，这一点你们一定很难想象的吧，因为京都的樱花是非常的有名，那我们温哥华的樱花其实也是不遑多让的哟。现在我就让大家一起慢慢的欣赏我们温哥华的樱花吧。